3月22号，最小的金马影后周冬雨亮相上海，助阵某商业活动。当天，周冬雨身穿露肩深色上衣，搭配牛仔裤，脚踩一双黑色高跟鞋，大大的耳环十分抢镜，宛如鬼马精灵。不久之前，周冬雨短发的新造型也备受大家的关注。在采访当中，也有媒体问到周冬雨换发型的初衷，而周冬雨的回答却让大伙儿开怀大笑：“是剪的有点太短了哈，我就是觉得热，凉快，都夏天来了。”在采访当中，周冬雨自嘲自己的眼睛小，所以呢，希望通过化妆来使眼睛变得越大越好。而在拍戏的时候呢，最注重皮肤的清洁。我不会化妆，对，我不太会化妆，就平时如果不用工作的话，我一般就不化妆，就是因为拍戏带妆时间特别长，然后有时候就是没日没夜的都带着妆，然后所以就会长痘，我今天就长个痘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清洁特别重要，我觉得化完妆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把脸洗干净，对。